童年哈哈记，一键回访童年，滴滴滴，奇迹再现。我们都知道吴磊同学6岁的时候就出道了嘛，我们准备了一段你的童年混剪，看看你自己能不能招架得住。我大概 get 到了，有点公开处刑的意思。这不是什么黑历史啊，看自己的视频会尴尬吗？还是觉得超可爱的？我一想到就是假如我在这里面看完，然后你们就会把这整个过程放出来，我就会觉得有点尴尬。小时候还是挺可爱的。我觉得我以后要是生个孩子能像我小时候那么可爱就好了。你猜这段视频在 B 站有多少播放？一百万，50万，有100万左右的。OK， 这么多 B 站的用户在关注着你的童年。哎，等我，你再再看一眼。这不得给他3连一波？好了。角色反光镜，魔镜，告诉我，他究竟演过多少角色？你演过非常多很有辨识度的角色嘛？我们也准备了几段你曾经出演过的角色的音频。但是对这些音频做了一些加工处理，看看你是不是还可以听得出来。就是我唱的 rap 啊，哈哈哈哈，这个是刻在骨子里的旋律，我跟你开玩笑呢。可以再现一段吗？那是不可能的。好，你这个猜对了，下一个。不过我有点同意，说周上下都已经知道，不要你臣服于我。卖主秋荣是个叛贼，这不成个行吗？你这是正经的视频吗？你再放一次。你看，大舅都夸我了。啊，哪吒是不是？对，这是正常版的，刚刚那是倒放的。倒放的哪能听得出来啊？前面的陆小北呢也做了一些处理，但你还是很快认出了。说完那个节奏，哒，我这个很上头。我准备了一些你演过的经典角色的图片，你可以用角色的卡片来回应我们的一些问题。最想一拳打上去的人是哪一个？为什么？因为他挡得住。因为你想啊，小北嘛已经坐轮椅了，已经很可怜了，就不要欺负他了。我太难了。下一个是最想和里面的谁成为朋友？最想跟陆小北成为朋友，因为他可以带我打游戏。哦，你本人也非常喜欢打游戏。是的，我的职业梦已经在一次次身段失败中破碎了。那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你会想让谁做你的男朋友？我站在一个女生角度，非常为这个女生去想。如果你选择隼做你的男朋友，你男朋友天天在外面出生入死的，有一天没一天的，你担不担心？担心。你这受不受怕？受怕。那你肯定不行啊，这隼肯定就在这方面他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伴侣的选择。那黎簇就更不用说了，老进墓地，你回去见着他一身的尸体的味道，你也害怕。肥流吧，可爱归可爱，他老也不懂得女孩的心思，不太懂。百里红硕就不用说了，这个，哎呀，算了吧，他是个神，人神还是不要，小朋友不行，小北天天打游戏，没有时间陪我。啊，那就选胡一峰吧，他又爱打游戏，为人又幽默，而且还有打架能力可以保护你。这打架容易受伤，我觉得还是吴磊本人比较好。这可是吴磊本人，不是这个角色里面。弹幕会选吴磊本人的。OK。那你觉得里面谁会是阿诗勒隼的对手呢？我觉得陆小北会是他的对手。在游戏里跟他打吗？不是，因为隼一看到小北是个瘸子就放过他了。啊，对，就我不与你为敌。滤镜之外，真诚发文，还原最真实的你。作为被全国观众看着长大的这一个演员，你觉得有压力吗？会觉得有压力，其实当然也是一种动力啊，就是会想说不要去辜负大家，然后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不要去辜负自己，不要输给过去的自己。你平时看 B 站多吗？还可以吧。还可以，这个一看就是资深用户几级了。5级大会员。平时会在里面自己发弹幕或者评论什么的吗？我不爱发弹幕，我投币投的多。我是那种特别受不了，就是别人一说，哎呀，我这个视频做了多么多不容易，投个币我就哎呀，就投了。对。看过自己的什么视频吗？都看过，那 B 站一搜自己那么一大堆嘛。哎呦，尤其是这段时间看的比较多，老上那个 B 站上面搜长歌行，搜下自己，有正面的评论啊，也有负面的评论。然后你只要搜过自己之后，你知道他就会给你推荐更多的那个。对。啊，你越看就越多，越看就越多。然后最近我学乖了，我就不看了。
天天被自己刷屏也是不好的。那有看到过自己的搞笑合集吗？有看到过。有没有给自己最新的一个外号？扫雷王。扫雷王不是新的吧？那扫雷 King。 扫雷 King 也不是新的吧？扫雷王若。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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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吃饭，吃饭，都这样。这样累了。一般高赞的评论都是说我经常因为觉得自己不够沙雕而不能跟吴磊弟弟一起玩耍，什么感想？那你们再学习学习，进步进步吧。对，祝大家在这条路上可以走得越来越好。那你觉得自己是个中二少年吗？我的 B 站账号泄露出去，我就社会性死亡了。哎呀，很想扒一下。里面扒不到的，对。有什么喜欢的番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下？强风吹拂，永远的神。YYDS。好像刘昊然也推荐过呢。我有五个强烈推荐的在 B 站播的动漫，分别是《强风吹拂》、《钢炼》、还有《辉夜大小姐》、《灵能百分百》、《Megalo Box》。哦，对对对，我们俩聊过这部分。那之前叫你吴磊弟弟的网友，现在都开始叫你老公了，你喜欢这个新的称呼吗？我现在就是机场，就是我有时候我就想把耳机戴上，因为很尴尬。我说他们叫我，我也不能不。就是回应也不是，不回应也不是，我知道大家也是开心嘛，图个乐嘛，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克制一下，不要嘴上说出来嘛，多尴尬嘛，对吧？心里想一想可以的，心里也不要这么想，不好啊，不好不好，要好好好的啊，不要整这些五五轩轩，对吧的东西。但其实对于母爱编织这件事情呢，大家非常有共鸣。你别给我滴滴滴滴，我汗都出来了。之前你把粉丝送的笋吃上了热搜嘛，还配上了三行情诗。那今天做客 B 站，可不可以做一个三行情诗？你好，三连了吗？再见。看你前一阵还发了这个骑行九十公里的 vlog 嘛，就非常元气满满。有什么运动可以推荐给女生能简单完成的？就是简单一点的运动是吧？对对对。电子竞技运动。能跟陆小北连吗？那也是几率有点渺茫，需要茫茫人海中网络一线牵的，需要一点缘分。说正儿八经的啊，其实大家其实每天在家里跳什么这种健身操啊， B 站上面一堆各种什么，就拍 title 就写的就很夸张的，然后一学就会，一学完就废那种，就那种什么7天就是马甲线，12天腹肌，什么30天变形男那种视频，你就看一看，在家里练一练，做一做就行了嘛，对吧？那你去年也给那个小北开了个专属微博嘛？那最开始是谁想给狗狗开个微博的呢？我当时我捡到小北，我觉得要送小北出道。小北已经成功了，回本了，已经现在已经有狗粮品牌在联系小北，就是给他送狗粮了。已经我小哎呀，自己养活孩子翅膀硬了，现在自己养活自己。反正现在小北不得了了，以后可能就是我得蹭小北热度了，你知道吗？最近歌学非常盛行嘛，你知道歌学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不太知道。就是粉丝讨论长歌行的时候一种用语，我们准备了几个歌学的词语，可以看你知不知道。我应该不太知道。春笋冬笋是什么东西？猜一猜嘛。就春天的时候穿的是比较少的笋呗，冬笋就是穿的全毛的笋呗。就面对李长歌的时候你是春笋，面对其他人的时候是冬笋。面对长歌的时候我穿的衣服也多呀。面对长歌的时候你比较的活泼开朗，那面对别人的时候就冬笋。对，冷冰冰的，挺准确。看看下一个。数学课时追剧，这 get 不到。就是追剧的时候不敢走神，像数学课一样，要是不小心走神就跟不上了。理解理解理解。智商 splash 剧情，这是啥？把剧情把你的智商在地上反复摩擦，然后达到了智商 SPA 吗？是说这个剧情比较合理，会让人看的时候觉得很舒适，有种在按摩的感觉。跟我讲完全两个意思是吧？对对对。Okay. 那你可以模仿网友的这种歌学的形式给大家安利一下长歌行吗？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形容就是损对音师的有时候一个管理方式，叫随缘式指令。每次我给就是我的手下们，我的得力看家们说，你去干什么干什么，你去干什么干什么。他们基本上就没有做成过，我让就是你去看出长歌10次里面有15次都是看丢了，让你平安的回来就没有回来过，要么就是缺胳膊少腿，要么就是啊。李长歌呢？他跟苏一硕他们跑散了。跑散什么意思？那这不是你毒奶人家吗？我哪毒奶人家了，我就让他去好好干个活，我们音师底下就是一盘散沙那者。对，那剧中这个笋和长歌非常惺惺相惜嘛，但是也就是又站在对立的阵营。那拍的时候如何就把握这种微妙的感觉呢？
把剧本看透吧，因为他们两个身上背负了更多就是比如家国啊、民族啊，就是族群之类的一些就是责任啊和担当啊之类的。其实你就把方方面面都演得比较饱满，然后你在乎的事情特别多，想保护的人、想保护的事儿特别多之后，这个情感的拉扯自然就拉扯出来了。那除了感情戏，你们权谋戏也蛮多的嘛，然后经常在推理，然后我看你本人也蛮擅长推理的，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一套推理题。嗯哼，张老师、王老师和李老师三位老师，其中一位老师教美术，一位老师教音乐，一位老师教书法。张老师比教音乐的老师年龄大，张老师大于教音乐的老师。王老师比教美术的老师年龄小，哎呀，我已经乱了。教美术的老师比李老师年龄小，哎，我需要一支笔，可以吗？啊，张老师大于王大于美小于李。所以张老师比较音乐老师，张美术老师比李老师年龄小，所以说王老师是最小的，教的是音乐，张老师教的是美术，李老师教的是书法，对吧？你推理的用时很短了，说实话。用了多久？大概一分钟左右吧。啊，那还行，那还行，那还行。那除了这个感情戏和权谋戏，我们看动作戏也挺多的嘛。那拍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脑细胞已经……好，你说吧，我想想。好，你刚已经休息了30秒了，哪有30？你还可以继续回答了。其实动作戏就是两点，就是耐心和身体。因为动作戏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去拍，去捕捉最帅气和最重要的那个瞬间。然后体力和身体，就是说你要懂得如何去保护自己的身体，每一条都保持到自己一个好状态。那笋跟你之前的角色其实还都不太一样，那后续还有什么想尝试的新的类型吗？其实都想尝试，就看剧本看角色。问题盲盒，从往期嘉宾留下的问题盲盒中抽取一个进行回答，并为之后的嘉宾留一个问题。随便抽一个。随便抽一个。你在想啥？你要先回答还是先知道是谁？我在想是谁啊。那我先告诉你再回答。这是子枫的。啊，子枫的。子枫也做过这个耶、yeah, 他也做过这个，他也是用户来的。你在想啥？我在想我跟子枫的电影今年暑期上映的时候会不会得到好评呢？我觉得会呢。盛夏未来这个暑假等你来看。这预告的挺早啊。是是是是是。那麻烦你也为后面的嘉宾留一个。这个是他的原计吗？对，名人是他自己签的，绝对不是我们仿的。这是，我就说我写的啥呢？我想问他100道题答完了没有，也肯定没答。